来，请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我们上礼拜到七七三，那等于呢，他是在引经典来证明有第八识。那七七三这边是引用《入楞伽经》，那上礼拜说过呢，他所引用的《入楞伽经》比较有可能就是呢最早的那一本哦，否则的话呢，以现在流通的十卷的、四卷的啊，或者是七卷的呢，都找不到这样的文哦，所以非常有可能是最早的那个唐无谶所翻译的《楞伽经》的经文，不管如何，意思都差不多。啊、哦，那我们再把这两首偈颂念一下，七七三的第一行、第二行，如海遇风源，起种种波浪，现前作用转，无有间断时，藏四海亦然，尽等风所及，横起诸事浪，现前作用转。那前面三行的注解，啊，前面四行的注解呢，就跳过去，上礼拜已经稍微提过了哈，那。也就是说，七七三的第六行哈、啊，这里比较看不太懂的是说，他为什么说彼经诵于此稍别？也就是说，他认为十卷的楞伽经里面，他写的是楞伽啊，那这个写的不对了啊，也还是应该是兰卡哈楞伽这样子。那其实这个言不正应该是那个他们唐音的关系吧？哦，这个翻译的时候跟他们的发音的问题，啊，那颂言别者，离准可知，无劳别解哈。等于文字上面有一点不一样，没关系哈。接下来就是主要它的意思了哈。但此颂中法喻相属，随文可悉。所以呢，刚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有跟大家提了一下，第一首呢是譬喻，第二首呢才是法。啊、哦，所以他会写法喻相属，啊，也就是说呢，用海来譬喻那个藏四海，啊、哦，那喻风源呢，就是第二句尽等风所及，那起种种波浪就是第三句横起诸事浪，那一个横字的话呢，就是第一行的第四句无有间断时那个横字，啊、哦。那现前作用转啊，两边都一样哈、哦。所以呢，他说，开始要解释这个哈、哦，然尽等风所及，此第八识的尽，自己的所缘尽，不熏成种，不能激发障识，而是需要的是前七转世的尽相分啊，来熏种。这句话比较不好懂哦。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解读，它是怎么写成白话的哈？他说：“如是第八藏事如海，所缘尽等如风，现行七转世如浪。啊、哦，那于藏事海为尽等风所激发之中，第八藏事的所缘自尽是不能熏习成种子的。第八识的所缘自尽是什么？根生器界种子啊。哦”然后呢，这个东西它是不会熏习成种，必须是前七转世。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我只看懂他的意思，但是我还是一直对这个唯识的教理不是很熟。为什么一定要前七转世要有能熏的事意，要具足能熏事意？所以呢？第八识的所缘根生器界种子，不具足能熏的事意，我只能够背出来就是这个。哦，那所以他这边的是说，他的所缘自尽是不能熏习成种的，没有办法激发障事，而必须是呢现行的七转世作为相分，然后再由见分的熏习力所影响之下，才能够呢熏习种子到。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去，所以他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呢？就是要去解释那个尽等风所及，那个尽那个风是譬喻，
那是哪一个东西作为所缘境，作为能够激发这个障事的境呢？他特别讲的是七识的境相分才能够熏种，这样子。所以刮胡里面他大概就是写这个啊，障事海所提供的功能种子，障事海的种子，然后呢前七转世遇到这个缘，如同海遇风的缘具足，他写一世，然后呢后面写多世，就是我们上礼拜特别提的啊，他只是先从如果具足一个世的缘，他就能够起现行，如果多世的缘同时具足，他能够同时起多世。所以为什么会写尽等风所及横起诸世浪，用个诸世浪，就是各种条件具足的话，那各种各种世前期转世可以同时现行所以这是他刮胡是要去说明这一个尽等风所及横起诸世浪的这部分他顺便就解释在这里否则的话数记的文他只是在解释说不是阿赖耶是自己的尽，而是七转世的相分来激发种子这样子那再来尽等风所及的等字，这个等字的话呢，那就不是只有前面的那个尽所缘缘而已。你看他写的护缘等者为非但所缘缘即发，亦为真上缘，前面的等无间缘所以你把那个真上所缘缘圈起来，真上圈起来，下面的等无间圈起来，所以呢四缘也就除了清音缘之外那么这个所缘缘、真上缘、等无间缘都可以激发所以呢理论生的白话的话就是写这个这个等字非但所缘缘尽能为助缘，激发障四海所设的诸种子现行为七转世故知等字也等取作为真上缘的前七世的见分，还有种子的因缘原来还有清因缘，因为要有种子，你要生前七转世要有种子的清因缘嘛那除了清因缘之外，那要有所缘缘，要有真上缘、等无间缘这样子作为因缘的诸事种子，前念做等无间缘那种种众缘具足，就会激发这个现行七转世所以前七转世的波浪就升起现行所以他特别去解释那个等字。那下面或自境界虽非能熏，唯须受用故，亦说本是生，故言尽等，此是亲所激发刚刚前讲了并不是呢第八世的所缘自境自己的所缘根生七界种子熏成种但是呢为什么还是说本是生，还是障是生的呢因为呢须受用故所以白话解释呢，看所缘自境虽非能熏，不是能熏，但彼等为障事现行心所必须受用之境也就是说他直受，他的直受根生七界种直受嘛，所以义德说为第八本是障事升起的必须条件故颂言尽等，此对第八世障事而言也是亲所激发者到这里。那有如自等无间缘虽对障事不熏习成种，但对障事亦有激发作用生起故，就是下面那三句，如自等无间虽不熏种亦其生故句点，你看到这里句点所以它分三段要去解释说呢，这个横起诸世浪尽等风所及，这一个尽等风，这个尽等那么主要是前期转世那么
也包括呢前七世的种子啊，那么也包括等无间缘啊，种种的啊，所以依此理去，这个是李润生自己讲，多加这句话，故知颂文属法体部分，等于这边应该另起一段，我们才比较分得清楚哦。等于他把这个尽等封锁集横起诸事让解释完了，接下来要去解释两边的法跟欲的对比。法中的横起诸事让第二行的第三句，就是譬喻当中的无有间断时，也就是那个横，强调呢横起诸事让没有间断啊。哦，没有间断，一直都起前期转世，然后呢，第一现前作用转啊，那就是前面的譬喻里面的也是现前作用转，所以李润生只是把我们分清楚说，他讲的法中是属于法体这部分的横起诸事让，其实欲体部分欲中。的无有间断时，因为无有间断也就是横起意，然后再来法体部分，也就是那个第二行的最后一句现前作用转，所以等于倒数第四行那个刮胡现前作用转讲的就是那个第二行的法中的这个现前作用转，所以作用转转出来是什么生七转四了，就是它的现前作用，升起前期转世的功能，所以他的注解哦，比较值得我们多学一点的，就是这个尽等封锁集，在我们真常维心里面也有说呢，真如不变，常随缘，所以呢，起信论也是用这个大海被风一吹就起浪。但是呢，起心论用这个譬喻主要去强调，那个浪不是真实有的，要说浪的实体，那还是海水。但是毕竟海水没有一定的样子，被风吹起来变成浪的时候，也就是说呢，真如随缘变成呢这个生灭门的时候，啊，这些生灭门的虚妄相，说它虚妄相。啊，都不是实有的，虚妄相就不是实有的，但是呢虚妄相后头的那个体还是真如，起心论用的譬喻主要是强调这个啊，可是呢这个地方唯识这边呢他就不是这样强调，他说那个浪是前七转世啊，然后呢境界风原来不是第八阿赖耶是自己的那个根生七界种子，而是七转世的相分，所以把它拆开了啊，从里面呢让你去了解藏世跟前七转世之间的关系。前七转世是依着这个的藏世海，然后呢尽等封锁集，那个尽呢它有解释啊，那你说那起心论的风，对，当时候我最怀疑就是说，你用海跟海浪去说明那个真如跟依着真如如来藏缘起的这一些妄法，那风呢？风从何来？风从哪里来？哦，所以起信论在用这个譬喻的时候，最没有办法解释的呢，就是风它是什么？无明。那这个譬喻里面就有不足的地方了哦。那我请问你说呢，这个虚妄法都是像海浪没有离开海水，可是风是离开海另外有的哦，真的是风从哪里来？所以他没有解释啊，那就无名是风啊，无名风一吹，然后呢这个真如海就起波浪，就变成生灭门，啊，所以这个也是真常唯心呢。在做譬喻的时候呢，你没有仔细想啊，不要去吹毛求疵，你只要抓住他所要譬喻的这一部分，你就没有问题。
那你要整体要去说的话呢，那它还是有问题。境界风、可以是离开海之外另外有风。好，那么七七三最后两行，原等诸事无如大海横相续转，就要对比呢，就是说那一定要有第八世的存在。原等诸事就前七转世啊，前七转世呢啊，就不像大海这样子能够横相续转啊，因为呢它可是浪啊，起诸事浪是所起的这些浪啊，故知呢一定要有第八的四性啊，作为性这样子啊。好，那么七七四啊，此等无量大圣经中皆别说有此第八世啊。你看他的科判是畏恶啊，那等于呢引的教呢已经引完了啊，在最初生出那边在751啊，七五一的四五六七八第八行，也就是说正中间三角形的下面那个最后未出别引教啊，未二啊，这是种子力。所以呢别引教就是呢一本经啊，总共三本经啊，四首偈颂这样子嘛齁，所以这个是别引教。然后呢既然一个别啊，接着下来就是种啊。好，所以七七四的第一行为什么是种子力，也就是说前面引的这个有限啊、哦、可以以此类推，此等无量大圣经中皆别说有此第八世，所以叫做种啊、哦、总说啊，大圣经里面都有啊、哦、那么因此呢他就做注解的时候呢叫做特别引用显扬圣教论啊的第一卷，说凡是讲到呢这类似的这种讲法，就是在讲第八世。哦 ，OK， 没错，哦，好，来继续哦，第三行七七是第三行啊，你看啊，《显扬圣教论》里面有这三句话：无名所覆，爱结所系。渔夫感得有事之身等，又如五种子乃至名有取事等，皆是大圣经里面类似的这些说法啊、哦，叫做皆是所等等取嘛，此等无量。那因此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显扬圣教论它的原文，比较看得懂哦。显扬圣教论的原文这边说，云何自有此事，也是在问这个问题。如伯伽梵说，无名所覆，爱结所系，渔夫感得有事之身，蓝色的哈。然后呢，这样的讲法就是代表讲的就是一熟阿赖耶识。然后又说，五种子此证名为有取之事，此言显有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一个是一熟识，一个是一切种子识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为什么这个叫做异熟呢？你看，是因为有无明，然后有贪爱，啊，被无明盖住了，被贪爱所绑住了，所以呢，凡夫啊，愚痴的凡夫才会感得那一个果报，果报身，而这个果报身呢，就是异熟，那果报就异熟，那这个异熟身呢，啊，里面有异熟事，啊，有事之身，所以呢。你可以简单这样看说，哦，为什么他会下结论说这样叫做呢有异熟阿赖耶，然后呢又引用五种子啊，那再说明一切种子阿赖耶识。这个五种子这个就比较难了啊，那成唯识论演密啊，他呢对这一段话也有注解，如显扬圣教论而已经云，云何知有此事，如伯伽梵说这个齁，有异熟阿赖耶识。然后四曰经济说发业润身啊，两种烦恼而感得是名所感是定是赖耶真一熟，他多一些解释发业润身
啊，才会感得这一个一手果报啊。所以感得是定是赖也真一手。那又云啊，又云如说五种子啊，此人民有取之事，此言先有一些种子阿赖耶识啊。他说呢啊，严密说是涅槃经有五种子，根子、净子、种子、结子、子子啊，这个是外无法，外面的。我后来去查哪里是涅槃经，那什么叫做外无法啊？那内五种叫做四名色六入六触受啊，这些此种皆因阿赖耶为等为取等论，当能有当果啊。我后来去查了，先解释前面那个哦，《长阿含经》呐，哪里是涅槃经？《长阿含经》里面说世间什么因缘，世间有这五种种子，等于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刚开始又 有这些植物。植物怎么来的？大乱风吹来的，从不败世界吹种子来生此国。根净结虚中子子子啊，所以那一个虚中子呢有不同的说法啊。大正藏用虚中子，宋朝的版本写结中子，元朝的版本写结中子，明朝的版本写提还是替中子啊。后来看一看吼，都是有子，那个都是那个植物的种子，或者是呢单细胞的东西。如果从生物学上面来说，然后呢，到了我们娑婆世界，到我们地球以后呢，就开始变发展成多细胞的那种植物，类似这个，哦，所以刚开始讲的是这种，啊，世间外面的这些植物，哦，所以他才会说这个是以外无法比于内无内种，所以他说用如，那内无种呢，就是用十二因缘。四名色六触受啊，爱取有就是现在的果了嘛，就不说了哈。现在的因了哈，现在是的因，所以这个是现在是的果。那都是依阿赖耶为取等论，这个地方哦，这个句点我在那边想，为取等论能有当果，还是如同我这边，我后来采用这个。能有依着阿赖耶为取，然后能够润生发业，所以润生才会有将来的果报，能有当果。所以我把这个当动词放在前面一句，哦，否则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断句。因为如果你把润放在后面也不对，然后呢把句点拿掉你就看不懂，不知道要写什么。我干脆这样子，依阿赖耶为取来润生发业，所以呢能有当果，所以这样叫做有取之事。他不是前面引这个吗？显然三家论啊，不是说呢五种子指责名为有取之事，讲得太简单。为什么这样叫做一切种子？所以严密呢稍微多解释，用内用外法的五个种子来譬喻内的五个种。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叫做有取之事？就会发业润生，就会有果报哦。所以集成篇在这边呢，他做了一点注解，他说等取显扬所引多经，非等赖耶一名。也就是说显扬生相论本来只是在告诉你说，那些阿赖耶识啊，有时候叫做一熟识，有时候叫做一切种子识啊，本来瑜伽师地论只是要去说明说，有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事，薄伽梵佛说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讲，有阿赖耶识、一熟识，有阿赖耶识叫做一切种子识啊，所以呢，这个集成篇他说你看了这些，你不要以为他是在有很多阿赖耶识，不是，哦，
只是要来说明有阿赖耶识就好了，才叫做非等赖耶异名啊，只是告诉你说不同的名词，但是都在证明有阿赖耶识，这样子啊，这是基层篇的意思。所以这个七七四页的第三行、第四行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啊。前面那个呢是异熟识的阿赖耶，然后五种子叫做有取识，就是一切种子识啊，然后都以此类推啊。所有的大乘经里面都有讲到类似的东西，就是在讲阿赖耶识，有这个第八识、哦、那么上来总引大乘经为正气，下外人以经为不定啊，不许为自教故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那是你们说那个是佛经呢、啊、我们可不承认那个是佛经哦，因为你引用的是大乘经，大乘经不竟然是佛说、哦、大乘非佛说，接下来就这个，所以这样叫做不定，因为他们不许你所引的那些经是佛说的自教，所以下面用比量来成立大圣是佛说的是佛语，然后再来再引用庄严论啊，庄大圣庄、嗯、这个什么论啊，大啊，对，《大乘庄严经论》哦，那个是无着写的，然后也说是那个是弥勒写的啊、哦，弥勒写的，只是无着把它传下来这样哦，来证明是佛语，这样子，这两部分，所以前面用的是比量，也就是七七四页这边两行半用的是比量，然后七七六页最后三行圣词是，所以你看这个玄奘大师认为。大乘庄严经论啊，这个是弥勒菩萨写的啊、哦、弥勒说的啦，应该不是说他写的，弥勒说的啊，你看七七六的最后一行最后两句话，庄严论的颂文弥勒所说，长行四者是世亲菩萨啊，不是五祖，对不起背错了哈、哦、啊，是世亲啊，救人不知总为天亲作谬也，这段话呢待会要解释，我也刚开始也看错了好，总之待会应该今天可以讲到那里没问题，然后好，首先呢先回到用比量要证明呢诸大圣经皆是佛说的自教，自教量、哦、所以呢成唯识论呢把它写在一起啊，可是呢数据告诉我们说这边可以拆开成五个啊、哦，甚至十个啊，诸大圣经皆顺无我为数取去，数取去是什么？不特切罗，不特切罗。那不特切罗数为什么他会数取去？就是不断的生死轮回。为什么会不断的生死轮回？因为他有我执，所以不特切罗的实我的寂执，遍寂所执的寂。寂执啊，所以诸大圣经皆顺无我，而是违背了这一种使我的执着啊，我执背气气背流转去向还灭，战佛法身毁诸外道，表运等法遮圣性等，要大圣者许能显示无颠倒理，弃金色故如真一等自教量色，真一是真一阿含。这边如果你看懂了念一念就觉得哇 真是厉害，玄奘大师真的厉害啊、哦！那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呢，你在这功下只知道说他在说明诸大圣经呢啊，都能够呢合乎这些条件，所以他一定是自教量。那合乎什么条件呢？他总共分成五个啊、哦。好，你看喽，一个一个拆开来看，说自教者言忠于理真实教也，故诸论等无不定失、哦、也就是说佛说的话的一定呢是忠于理
所以为什么说佛的话叫做自教真实教，他讲的话一定跟理相应的，故菩萨所做的论，这些大圣的论就没有不定的过失啊，因为你引用了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说呢，这是伯伽梵所说的啊，论是你菩萨写的，我们怎么知道你所引的就真的是佛所说的呢？所以他写出这理由啊，这些大圣经论都合乎这些条件，都能够显示无颠倒理，都是契经，佛说的契经，就如同你们所承认的真一阿含一样，都是属于自教量。简单的把它的话就简单讲成这样，你就知道那所需要具足的因呢，就这几句：顺无我为数取去，然后呢气被流转去向还灭，然后呢都是战佛法身毁诸外道，然后都是表运等法遮圣性等，圣性就是那个数论派的那个明性了吼啊，所以号耀大圣的呢啊的这些呢啊，都允许这些大圣经论能够显示无颠倒理，都是属于契经的一种啊。所以你看倒数第五行的最后两句才会说：若成佛语即出世音，加契经色，契经色字不尔，世音皆有不定。也就是出世音，你要往前看哦，就是那个许能显示无颠倒理这句话是上面，你看用分号，顺无我为数取去分号，背气流转趋向还灭分号两个啦，战佛法身毁诸外道三个啦，表运等法遮圣性等，这四音。为什么写个出世音？因为后面还有一音。是要大圣者许能显示无颠倒理为第五契经色故，还加这四个字为第五音，所以他才会说出世音，你还要加后面这个契经色字，如果不加的话四音皆有不定。为什么？他就举小圣说一切有部的六足论，六部论书啊，也合乎顺无我理哦，但是非佛语故，所以一定要加上契经色故。所以这样的话呢，力量的话呢就有五音，一二三四音，许能显示无颠倒理是第五音哦，所以那个契经色故都要加到前面四个，这样子，这样叫做能量中有五音，两句为一音，顺无我为数取去，然后呢这几个分号，要大圣者许能显示无颠倒理第五音。好，每一音都要加一个契经色故，这样子。哦，所以底下呢，这个窥基大师呢就帮我们写得更清楚一点：诸大圣经，然后呢，最后呢是自教量色，先合起来，这是中，这是中，中间就是这五音，拿掉哪一句呢？拿掉如真一等，那个是欲。所以顺无我为数举去第一音，背气流转趋向还灭第二音，战佛法身毁诸外道第三音，表运等法遮圣性等第四音啊，许能显示无颠倒理第五音，每一音都要加一个契经色故，这样子。好，
那么回来解释这个六祖等论，这是佛学名词了哈，查一查就有了哈。是小圣说一切有部所依的六部论书的总称啊。第一个呢，就是呢，译阿毗达摩集义门足论，集义门啊，二十卷舍利佛照。这个舍利佛不是舍利佛尊者，是后面的。不过唐是唐玄奘啊，但是有舍利佛啊，哦，不是阿罗汉舍利佛，不是佛的大弟子，是后来也有叫舍利佛的哦。是哦。啊，不是舍利佛，是目连。哎，那在这里啊！啊，对，就这个，所以那个不是他，所以我当时就以为是不是？应该不会了吧？应该不是他们留下来的吧？再查。你看迦瞻延，我很肯定的就是迦瞻延一定不是当时候的迦瞻延，但是那个舍利佛目犍连是不是当时候的佛的大弟子呢？两个，我很怀疑耶。啊，没，不要提婆色魔，哎，你不要只看到提婆就以为是提婆达多的提婆，不是啦，对啊，哎，哦，法蕴足论、四色足论、四身足论、品类足论、戒身足论，哦，为什么都用足论呢？这个足呢，代表呢，啊，它是根本论的。六祖等于基础，所以他这边也写很清楚，与后面的加多衍尼子的发智论同为有部的根本论。发智度论呢，因为讲的比较完整，八蕴周足法门最广，称为深论。发智论是深，其他六论呢，就像昆虫的六只脚，叫足论啊，因为各是一只，相对于身而言，称之为足。所以称之为一生六足，这样子，哦，那《俱舍论》光记里面讲到，前置六论一门稍少，发智一论法门最广。后代论师说六为足，发智为身，用一个譬喻了，啊，所以呢，各从一个角度，你看这个讲的是戒，这讲的是品类，这边讲的是事，啊，这边讲的是施舍，法，这是法蕴。这边是集义门论，我也不是很清楚，但从论的名称大概可以了解它比较偏在哪一边，比如五蕴啊、十二处、十八戒啊这样子，啊，哦，从不同的法下去诠释这些有部，啊，哦，既然是有部，不可能是当时候的这个啊，对嘛？不过你写的那，你讲的那么肯定，你要找出依据来啊！我只是我是这样推论，我不敢就说的那么肯定。你把它讲的那么肯定，我看过，你看过？我有记忆，我有记忆。嗯。对啊，啊，还有加瞻言呢，还有加瞻言呢，你应该再加一个加瞻言，那不是更完整？啊，是啊，对不对？佛罗十大弟子嘞，对，嗯，哦，好，大概呢，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慧寂大师要用这个来做对比了，因为呢，你说这些论，哦，他也顺无我理哦，也为数取去哦，这些论点的法义啊，也能够合乎无我，也能够让你这个还灭流转生死哦，叫做为数取去。就是违背那个我执啊的那种错误的观念嘛，所以你不能够说它不是佛教的论哦，但是呢，毕竟不是佛语，他要强调的是不是佛语。可是如果是大圣菩萨的论，它可以是自教量，因为它合乎这几个啊，而且还是契经所含摄的，啊。所以你看他的宗诸大圣经是自教量摄是宗，
然后呢，这些大圣经的音为什么它都是自教量是佛说的啊？这五个音，那如同你们承认真一阿含是佛经佛说的经，那这些大圣经也是佛说的，这样子。这是它立的量，就是这个，只是它中间的音写在一起了啊。所以呢，七七五的第二行开始呢，告诉我们说，这里面要怎么去看这一个音名哈、哦？然出世音啊，你加一个是恐怕的恐会比较好，恐有随一过，随一不成啊，随一就是随一不成啊。那么因为比就是小圣。因为小圣不许此顺无我等故，哦，也就是说，你立下这样因，啊，不竟然大家都承认哦。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什么叫随意不成过。因名对论当中，立敌两方，啊，立论者跟问难者，任何一方以对方不承认的因来力量的时候所造成的过失啊。那么这里面呢，除了随意不成，还有两句不成，还有犹豫不成，还有所依不成，共有四不成过。但因名的规定哈，中因遇三字之中，因必须是力敌双方共同认可才可以成立啊。此一过失呢，分成两种情形，立论者自身认可其因，他方不予承认，这样叫做他随意不成过。他不承认呢、啊，我们自己承认而已，你要说服他，他不承认你立的因呢、啊。若立论者自身不认可其因，而他方给予承认，这叫做自随意不成过。不过好奇怪，哪里会立这样的因啊？自己不承认，结果是他立他方承认的啊。那你可能是为了要先让他同意啊，可是呢，你这样立出来的话呢，啊，你就会埋下失败的那个种子了。这样叫做呢，他方承认的因，但是你自己不承认，这叫做自随意不成过。这两个过失呢，都可以冠上简别语来免除之。例如，他随意不成，他不同意，啊，那你就是说，那你不同意，我就是要说明你啊。那我认为我同意的因是这个。我许自许，简别语来做自比量。那如果是自随意不成过，就用你认为的啊，我不能够承认，所以我暂且随你的话，是你认为是这样的，如许他许啊，来作为他比量，就不犯此过。哦，先把这个随意不成过了解一下，然后，所以你看第一句话。出世因恐怕会有随意不成过，也就是有他不许，他不承认，因为你要说大圣经都是自教量，大圣经都是自教量里面顺无我啊、嗯，这小圣不许不承认，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小圣不承认你是顺无我？因为你立了一个真如，因为你立了一个阿赖耶识，那个你只是把它美化，真如也好，或者是呢这个阿赖耶识也好，那是我一种我执，你只是把它美化成真如，美化成阿赖耶识，哦，所以这个叫做彼不许顺无我等。等字就是包括后面四个音啦齁。好，那么再来第二段，又若以契经为自教，有不定过。契经是佛说的，那真一阿含是契经，是他们同意的，所以这个是同品。现在你要依据呢，是大圣经是佛说的，所以那个论引用大圣经都是合理的。所以大圣论是不是契经，对他们对方而言，那个
那个他们不竟然能够承认，所以叫做有不定过。因有不定过分成六个，前面讲过了，前面讲过，我一直在找前面是在哪里。在那个第二卷还是第三卷。所以呢我们这样看，看这边一名入正理论书，如色大圣论说，诸大圣境界是佛说，一切不为补特伽罗无我理故，如真一等，此对他中有随一的过失，因为他中不许大圣不为无我理故。因为你们说有一个真如啊，常我为真理啊，这就是我刚说的真如啊，阿赖耶识啊，你们把它美化，其实它就是常我，哪是无我啊？那亦许不为，亦有不定啊。六祖等论皆不为故而为不定，这边你就看不懂了。对，我当初也看不懂，那看不懂你刚才引用它。我们这么说，不定是什么呢？因三相，你立的因要合乎三个条件。第一个，你立的因跟宗片是宗法性。第二个，同品一定要有这个因，异品一定不能有这个因。同品定有，异品片无，你立这个因才不会有过失。如果你不能够合乎这因的三个条件，那个就叫做不定过，那个叫做不定过。所以缺第二或缺第三，缺第二刚说什么？同品定有，异品片无，普遍通通没有，异品通通没有。所以在这边呢，大圣论是异品，真一阿含是同品。因此他说以契经为自教，他们承认真一阿含是契经，但是也是自教，所以这是同品。然后呢他们认为大圣论是异品，要片无。可是我们大圣就是要证明大圣经是自教啊，是自教也是契经啊，大圣是契经也是自教量啊。所以如果你只是以契经为自教量，这时候呢他们不承认大圣经大圣论是契经是自教量。所以才会说呢，你单独用契经为自教就会有不定的过失在里面。所以你看大圣等诸论啊，虽然是顺无我为数取去，那怎么会就是自教量所设的契经呢？他们不承认啊，小圣不承认啊。所以以为不定，彼非自教故。所以你用这样来推论，他们不能够接受啊。所以因此呢，准第五因，许能显示无颠倒理，这个要有所简别啊。自许，其实那个自刚刚说了，最好不要把它刮胡外面了。刚刚不是说了，你看如果有他随一不成过，他不承认的情况之下，你就用我许自许以简别语来做自比量。所以最好把那个上刮胡刮胡到字上面去。所以怎么样有所简别呢？加一个字，
但是呢，他这样做的话，是因为许能显示无颠倒理，弃尽色故事，成为是论的文。你为了要有所简别，你最好加一个字上去，简他不集成。你把上面那个字跟下面那个他不集成画去圈起来。什么叫做不集成呢？就是你看，所立的宗不为立敌所共许，为实际存在者，叫做不集成。所以是你自许能显示无颠倒理来减他，不是他许的。所以他把那个字往外摆，主要呢就是因为他看到，哎，许能显示无颠倒理，弃尽色故事论的文。哦，那我刚刚说呢，你把那个字摆在上刮胡，上引号下面，是让它整个作为那个音。我是以能够立一个音的角度来说，这个上刮胡上引号要放在字上面。这个编辑者哈，不能讲这个编辑者，周老师他们呢，他们是站在之后呢，他引用的是前面的论文。现在这个字呢是窥基大师自己加上去的，但是他前后文我们看清楚的就是他这个意思，准第五音。如果我们用第五音加一个自许，能显示无颠倒理，哦，来减它不集成，啊，那也就是呢，你不同意我刚刚的音，是因为你自许真一为等字较量。那我可以如同你所用的同品的玉来自许这个我能够显示无颠倒理的也是七金色，不可以吗？以此类推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在用那个音名的时候啊。我上礼拜呢，我就是不太愿意要课程要结束了就推到这里了，因为快要结束了，大家头已经昏了，一定听不清楚啊。这还好今天刚开始就讲这些，虽然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起码不会这样一团混沌，起码我去背那个音三项，在座有两位还可以跟我点头，你们也记得这三项。如果课程要结束了，什么音三项？啊，是哈，是啊。没有那么简单嘛，我们只是学祖师他们立好的给我们看，这样就好了，看得懂就好了。因这个不要说是我们不容易懂啊，有时候我在想哦，这说不定周老师在这边他也不竟然会懂。因为他的逻辑跟数学的逻辑不太一样呢。数学逻辑如果懂的话，数学逻辑来操控它是比较容易的，是比较容易。对，对，我们学法律都要学逻辑学，对，但是有一块就是数理的去推的，对，如果很清楚他又懂这个，那他就比较不容易犯错，对，就是没错，背什么三十三过那些的，对，他就是用数理的观念去做一套就对了，对。好，接着第六行，前四种音呢皆以末后音成立方得为音，末后音就是第五音，就是那个自许能显示无颠倒理，弃尽色故，所以呢，你必须呢要把这一个话给套用到前面去，因此呢，这个音记成语就有总跟别有十比量，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把这个总跟别十比量啊。先看清楚，再来看他的说明就看清楚了。我当初看李润生的也是这样，先看他帮我们列出来。哦，李润生他的是真的是很老婆心切哈，他一条一条列，一条一条列，每真的列十条给我们看哦，所以他书厚的厚到不得了这样。那我就给他省略了哈，我相信各位都很聪明，我只要列一个，那么以此类推这样子哈。好，你看哦。
中诸大圣经皆能顺无我为数举去，然后一个了解了，其他三个套进来，背气流转还趋向还灭，诸大圣经都能够背气流转趋向还灭，诸大圣经都是战佛法身毁诸外道，诸大圣经都是表运等法啊等等，因呢就是用第五个，这是他讲的，也就是说你承认能显示无颠倒理气金色啊，这个先把气金色先不用啊，许能显示无颠倒理作为因，然后呢同欲真一阿含哦，所以这样就四个，这就四个哦，然后再来，其实应该如同窥基大师说，你应该要先这个先成立，当成可以来利用的因。这边的宗呢是诸大圣经是自教量所设，要说明这件事情，诸大圣经都是自教量，都是佛说的就对了，自教量。因呢要大圣者许彼皆能够顺无我为数取去而弃金色故，所以我把这地方划线用一个做代表，其他四个套进来，这时候呢要大圣者自许都这些呢都能够顺无我，这样套进来就四个，然后弃金色故加在这里，弃金色故加在这里，像前面这边就没有弃金色故，所以这个地方呢要大圣者显示无颠倒理啊，这个先没有写哦，而是大圣经是自教量，然后顺无我弃金色，没有能显示无颠倒理哦，不像前面因是能显示无颠倒理，这边的话呢是顺这四个，然后把弃金色故跟要大圣者放进来，第三个，这样的话就八个了嘛，四个四个八个，再来第三类，诸大圣经是自教量所设，要大圣者许彼能显示无颠倒理，亦是弃金所设，如真一阿含，这样单独立一个，也就是说用第五个。用第五个单独一个，那不像前面，你看你再看一遍，前面他都没有把它呢全部用完，这边用前面的，然后这边用一个，然后这边自教量用一个，然后这边没有用那个显示能颠，显示无颠倒理，然后这个地方，再把它写出来，这样是第九个、第十个，诸大圣经皆彼皆顺无我为数举去等四个，全部列在一起，全部列在一起写在一起，是自教量所设，也就是说这个是总。刚刚他不是说总跟别总共有十个比量，刚刚那个是别，总共有九个。四个四个加一个九个，现在总就是把那四句全部抄进来，诸大圣经都顺无我为数举去等事，然后后面这个是自教量所设，也写进来，然后呢理由是要大圣者许能显示无颠倒理，又是弃金色故，这样子，这是总是他们对一名有了解的理论生，他们才能够帮我们先整理出来，这样啊，不给我看这看拐工，我多安那十个算得出来，我算不出来，我看我多边那算得出来，也总跟别后边有讲啦，但是呢，你没有看到这个例子，你看他的说明，其实你自己推不太出来。你看你了解了这个的话，你来看前四因为中有四个。然后都是以许能显示等为因，就是一开始的这四个因，许能显示无颠倒理，中是那四个，到这里是前面四个，
再来，又以诸大圣经自教量色为宗，这个，然后两对为一因，顺无我为数举去，各加上要大圣者许跟契金色，因就是这样加。哦，你看到这个例子，再看到它的说明，你就看清楚了。哦，所以因既有五，合前为九。我看不懂的地方就是，哎，明明成八而已啊，为什么会变成九呢？原来第九个就是这里，诸大圣经是自教量色，然后因要大圣者许，许彼能，也就是说把要大圣者许套上许能显示无颠倒理，所以它为什么会变成五个？理论生很慈悲，帮我们写成前四个跟第五个分开这样写，这样就第九个。然后呢，总中就是如同我刚列举的这个，把这四对放进来，都放到中哦，都是属于中哦。因呢，啊，要大圣者许能显示无颠倒理，又是契金色为因，第十，这个就是总比量。哦，所以且略而言，故有十种。若二三何等随意因之，意思是什么？刚刚它是一个拆成一个，一个拆成一个，然后总的话就四个一起加进来。那我如果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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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五个因里面，这样一二、一三、一四、一五，跟二三、二四、二五，跟三四、三五，那就不只是十个喽。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二三合啊，刚刚还是两个两个的，那有三个的呢？一二三，二三四，三四五，这样子。哦，那这样的话呢，这套就是周老师最行的，总共有多少个？哦，我高中学那个数学，学到这里头昏脑胀的。哦，哎，我们老师教我们那个掷骰子。他有嘛一波呢？高中的老师得一波呢？对啊，随机啊，哎呀，随机啊。哦，啊，一波就做好用啊。哦，啊，唔过吼，高中考试考考拢袂记啊。然后回来，倒数第六行，然色大圣说：诸大圣经皆是佛语，一切不为普特揭罗，无我性故。啊。那么如真一者啊，其实这个就是色大圣论所立的量啊。诸大圣经皆是佛语，这是他的宗，一切不为普特揭罗无我性故，这是他的因。如真一等，这是他的欲。可是这样的立的量呢，对小圣来说有随一不成过，他不承认你大圣经都不为普特揭罗无我性啊。就像刚刚引用那个演密啊，他认为你立了那个真如啦，阿赖耶识是常我啊，哦，所以不许设许不为普特揭罗无我，便共许发智等啊。那么假设呢，你不为普特揭罗无我啊，但是呢，你就必须要许发智论，那就是变成你有不定的过失了。什么意思？不定就是说，发智论，他们认为发智论说的就是佛语。那，你承认发智论就是佛语吗？发智论是根本有部的根本论了，有部的根本论了，你承认它是佛语吗？哦，所以才会说啊，如果你共许发智，那你就犯了不定过失。彼亦不为人无我，也就是说他也不为无我，但是呢，他违背什么法无我？哦，
所以如果你顺着他们的，那你就可能犯了不定过失。那如果你立这样子，设大圣人这样立，那人家说那小圣不竟然能够承认啊。哪里在哪里？就你刚刚列的那十个啊。刚刚那十个比量啊。哦，对对对对对，因为哈、哦，你注意看他立的量，要大圣则许，也就等于是自许，所以他立的量。既然你立的是要大圣者自许能显示无颠倒理，那我当然我可以同意你啊，小圣当然可以同意你，因为是你们要大圣者自许的，他就没话说。你别刚刚怪怪哦，哎呀，你有点刚刚怪，但是他为了要让他没有犯的这一种过失，他的因一定要这样立，所以我刚为什么要列这个给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啊。当你用这些简别语下去，他就没话说，他没话说，他内心很不服，但是没办法，你合乎规则啊，啊，是你们要大圣者自许的，好吧，好吧，那变成呢，就算透过音名这样立的量都没有过失。也不竟然能够说服他们改成信大圣。我是那这样，如果是照这样来讲的话，那这样子，就是他讲他的，那这样子辩论有意义吗？啊，就让你没话说，然后再从不同的角度放弃你所坚持的那些道理啊。先这样子，争取你的同意啊，对，让你没话说啊。对啊，类似嘛，设一个秩序是吗？对对对。哎呀，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让你破不了。哎呀，你没话说，对不对？破不了是专用的，没有我，让你不会讲啊。你较搞辩论，你辩不赢我啊。实际上是不是佛说的？他后面还有其他的理由嘛？用这个庄严经论来再去说明这样子。哦，哎，我讲到对起啊，好来，七七五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哈、哦，也就是说呢，设大圣论这样的例哈，就如同呢下面那个圣君居士啊所立的，所以他慧济大师现在要举一个典故，有大明居士其实就是圣君呐、啊，哦。德众至高方正一时因流八表十人不敢赐其尊德号曰报拔家此云十亿，也就是说呢他的学业有余理当十亿够资格呢享受国王封给他一个封地了、哦、所以就是圣君论师啊，圣君论师四十余年成立一个量诸大圣经皆是佛说这是宗两句集成非诸佛语所不设故哦、那么这是因如真一阿含等真一等阿吉摩经是欲住在唯识抉择寺中十世九行，所以玄奘大师去到那边的话曾经跟过这个圣君论师学过这个唯识抉择寺、哦、所以他才知道说诶要怎么去推翻他、哦、我师就是讲玄奘大师自彼而难之曰此亦不然且发自顿亦即成非佛语所不设彼中自许真是佛语虽圣者即本是佛说圣者即啊是论师即的嘛但是呢本是佛说亦外道等即如大圣者两句即成非佛语所不设非如真一等若以发自为宗因犯两句不成宗犯为教师不以为宗故知此因有志不定唯如发自两句即成非佛语所不设故
非佛与所不胜，哎，哦，来，两句即成非佛与所不胜，非佛与所不胜，就是佛与所胜。你可以从正面看，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用非佛与所不胜？就是要排除你，从正面表述的话，会有漏洞。哦。所以才要用非佛语所不摄，不是佛语所不摄的，不是佛语就是不是佛经，不是佛所说的经，非佛语，不是佛经所不摄的，就是佛经所摄的。哎。没啦，没啦，来，你看哈，你看这边一名入证理书，两句即成非佛语所不摄者，立敌共许，这是大家可以同认承认的，啊、哦、啊、哦，那么非佛语所不摄呢，就是。非外道及六祖等教之所摄，等于把非佛语的外道、六祖论，先排除在外。所以，非佛语的是什么？外道、六祖论。阿弥。哦，所以这个大师自彼而难之曰：“你他有今日讲。”发智论，发智论是他们的根本论。萨婆多斯自许，虽然是论师说的，等同就是他后面说的第三七七六第三行，虽圣者即本是佛说。彼中第二行最后一句，彼中自许真是佛语。哦，所以玄奘大师呢？他首先对他们的根本论发智论发难，你们也承认啊，你们自诩啊说呢发智论是佛语啊，然后呢不是外道，也不是你们大圣者所说的，只有我们发智论才是佛语，这也是你大圣承认的。哦，但是呢，对于这句话“非佛语所不摄”，我内心里面是把外道跟你发智论放在一起，啊，你们小圣呢是把外道跟大圣的论放在一起，所以两句即成。听到无？圣君论师自己以为他自己这样立很高明，也没有人能够反驳他，两句即成“非佛语所不摄”。但是呢，玄奘大师说，其实里面有漏洞，也就是说，你大圣呢是认定的外道跟发智论非佛语，然后呢，你们小圣呢是认定外道跟你们大圣是非佛语，所以两边都承认，但是这是你圣君论师、大圣论师要达成的结果吗？不是啊。没有，你注意听，我可能有讲错的地方，就是说两句即成非佛语所不摄，在大圣的认定不会是外道的，也不会是发智论，在小圣的认为非佛语所不摄是不是外道，也不是大圣，所以两边都可以承认这句话，两句即成非佛语所不摄，但是呢，玄奘大师说，那你这样一来，你们没有发现这个过失吗？你让有部的人认定了发智度论就是非佛语所不摄啊，你并没有驳倒他发智度论不是佛语所摄啊。他确实非佛语所不摄。哎，他们认为啊。我发现也是这样认为。哦，所以你看，
你看倒数第六行，你要怎么样正确的力量？由此理故，所以正比云，也就是说，你的因要立什么？自许集成，非佛语所不摄，而不是两句集成，非佛语所不摄。都大家都同意，所以圣经论师是说我们都同意，如果不是佛语所设的，那就不叫做佛经，你承认吧？那承认的话，那我就说大圣经也是佛说的，如同你们认为的阿含真一阿含是佛语，他是这样子立。但是呢，玄奘大师去就说，那你们没有发现吗？当你讲两句集成非佛语所不摄，双方所认定的是非佛语所不摄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一样的只有是外道，但是呢在他们内心里面，所以承认非佛语所不摄的呢，就排除你们大圣经，那在大圣里面呢是把你发自论也排除掉才对啊。但是呢你们没有发现说你这样讲法让发自那个让这个发自论的人找到了依据，你并没有驳倒我们。所以你看二四六第六行，汝大圣教如自所许发自非佛也。难道你不认为发自论是佛语吗？你可以把发自论排除在佛语之外吗？来看这边，大师自比而难之曰：且发自论自许佛说，于小圣及大圣者，两句集成，非佛语所不摄。那岂如大圣许佛说也？难道你承认发自论是佛说吗？岂如大圣许佛说也？又谁许大圣两句集成，非佛语所不摄呢？啊！所以是诸小圣及诸外道两句集成非佛语所设为大圣所许。我当时在那边想半天哦，我们他搞成这样就是麻烦，就是什么叫做非佛语所不设？对，会被那一句话给困住。所以正面的表述就是是佛所说的，是佛所说的这一类。哦，那现在两句经两边都要承认都是佛说的，你立这样的因本来不错，所以你要立说啊，你承认是佛说的，就叫做这一个自教量嘛，哈，所以如同你们立的真一阿含，所以我要让你同意的宗就是大圣经也是佛说的，只要不是佛说的，就不会放在这里面，对，哦，好像 OK， 但是呢。他玄奘大师去呢，就是说，那发自论，在他们有部认为等同佛说，所以你这样立，不就让他们找到了一个论点？你要承认大圣经是佛说，你也必须承认我发自论也是佛说的。因为他认为发自论就是大圣经。不是，发自论也非佛语所不摄。他们认定的发自论非佛语所不摄，也就是说属于佛语这一类的，所以你用这个做因，你不就等于也承认发自论是佛说的吗？你虽然要证明的宗是大圣经是佛说，但是你用的因就让他们对于发自论是佛说的找到了依据。他没有特别指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发自论可能在圣君论师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或者是怎么样，是后来玄奘大师去才发现说有部的根本论是发自论，你如果连根本的论你没有办法把它推翻，你让他有一个依据，那你要证明说大圣经是佛说的，是你们大圣要大圣者自许的而已啊，就如同我们自许发自论也是佛说的，
那我可以同意啊。啊，你喜欢大圣，就是你自己是佛说的。那我认定的佛说的发智论这一套才是佛说的。啊，你自己就你自己吧，是不是这样？那这样子两句集成，两句集成就有问题啊。所以为什么玄奘大师那个窥基大师才要说应该要改成因呢？是什么？就倒数第六行，七七六倒数这样，自许集成，是我承认的。非佛语所不摄，简笔六足论等非自许，不是我许的。就我如果不用这样子的话，我等同于我认同你，对，我也认同你那个八字论是佛说的，非佛语所不摄的，哎，这样。没有，你自己看他书面的中文说明。你看哦，我师自彼而难之曰：“此亦不然，且发智论亦集成。”你也承认，我也承认，这不是集成，就是两对了，两边都集成。非佛语所不摄，彼中自许，真是佛语。然后亦外道等即如大圣者，两句集成，非佛语所不摄，非如真一等。若以发智为中，我如果把这个地方当成中。因犯两句不成，中犯为教过失，为大圣教的过失啊！你不能把它当成中啊，故知此因有自不定、啊、你用这样的这句话两句集成，你里面有不定的过失啊！因为什么？发自两句集成，非所以所不摄啊！这是他们也承认，我也承认。那你不就是你自己犯了违教师吗？对不对？你不可以以这个发字为宗啊！如果人家把你抓把你的因两句集成非佛语所不摄当作因，然后我的宗呢，就是说发字论是佛说。如果人家，那你怎么反驳？小圣如果立这个宗，发字论是佛说。因呢，两句集成，非佛语所不摄。这句话，这个因是你承认的哦，你同意的哦。我同意，如真一阿含，你都反驳不了我了。因为我的因你是同意的，啊，我的宗，我就是要说服你，发智论是佛说的，啊，我的立的因你没有理由反驳我、啊，那你就输在这里了、啊。发智论是佛说的。你不就被他说服了吗？啊、哦，所以汝大圣教如自所许发自非佛语耶，你已经承认了是非佛语所不摄哦。哦，如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如真一阿含等是两句即成，非佛语所不摄。哦，那大圣是佛语耶，哦，那若直言为如发自即成，非佛语所不摄，小圣即为自中，自许是佛语故。这边反倒是我一下子呢，若直言为如发智，哦，哎，直接讲啊，直接讲，发智即成，非佛语不摄，小圣即为智中，自许是佛语故，为智中，自许是佛语，所以发智。集成就是你也承认，我也承认，他不是佛语。他是佛语啊！他说他是非佛语，非佛语所不摄，不就是非佛语？不摄。不摄不就是佛说的吗？刚前面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吗？不是佛说。那小圣即为自中，他为什么会为自中呢？他不是承认他就是了吗？完了！我们先前是觉得小圣是佛，那个八字是在观念上是非佛语所不摄。对啊。对。但是没错对吧？所以刚讲那个论事来讲，我们在跟他辩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承认他是对的嘛。可这边又对啊，这一句话不是矛盾吗？我赶快去搬那一本书下来，理论生的那一本下来。没有，中间这一段反而就回去了哦。对呀、啊。
整个意思是这样，没有错。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理论生的，我也是看不哈，所以让我再好好看一看，哎，还保留在第七册的1727到1728，1727页到1728页，等于他的写法他很喜欢哦，又上刮胡下刮胡的，又上引号又下引号的这样，有时候搞不清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哦。现在搞不懂的就是中间这三行多了，哦，在他的说法哈，哦，我稍微看了一下，就是他说会问难，等于大圣是佛语也，或者是呢这个彼大圣非佛语也，所以他等于如果你假定是这样，然后那不就变成是这样了吗？哦，所以有那种发难的意思了。所以不是很清楚的了解，对哦，再利用一个礼拜，最后那个是才是他的重点。你不定中有字，他有字有他及两句过，此半字失。是啊，是啊，就是他要下结论，就是他前面这样子就会有一些过失，啊。这个不定过里面的自己的过失，或者是随他的过失啊，或两句不成啊，随之不成，随他不成啊，两句不成啊，这样子，哦，没关系，我们先放下哈，哦，先来看一下我查的这个圣君啊，他其实个居士啊，在印度藏林山讲学的佛教居士，他本来是西印度人啊，本来好学，然后呢学英明，然后又跟着安慧学声明跟大小圣论，后来跟着戒贤穷究瑜伽师地论，哦，那么另外呢也精通四吠陀天文地理一方术数等，算是很有学问的人，博学内外民众一时，哦，那么摩羯陀国满咒王闻其学德，遣使迎为国师，封侍为二十大裔，他呢不愿意接受，啊，那算是蛮亲的哈，算是很有个性。满咒王死后呢，戒日王又以乌图国八十大裔，这边二十大裔，现在变成八十大裔，细碑，啊，为封邑请他担任国师，他也不愿意去。他就是喜欢自己在山林里面讲学，啊，弘阐佛法，从学到熟长达数百。玄奘西游的时候，曾在其门下两年。刚刚说的就这里，他学习了唯识抉择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等书，以及呢瑜伽师地论、英明方面的，啊，然后呢，这位圣君论师年近七十人，单独不倦讲经之余，常以香泥做小塔，并置经文于其中，毕生造塔无数。哎，我们年近七十，被人家称作是单独不倦，在座各位好几个都是。我没有，没有，我没有。你还不到七十，你连六十都没有。有是吧，哦，快要了是吧，哦，所以呢我们继续努力读书，以后就被人家称作呢年近七十了还很认真在读书，十亿啊，谁给我们十亿啊，没有人要给你十亿，什么意思，十亿二八十，八十是二十，我们不要那么多，我们只要一千万就好了，不要到十亿，因明入正理书人也对他介绍了，深得独高，道隐五天，方传世祖，时贤不敢赐其尊德，号曰报家差十亿啊，学艺超群，理当十亿圣君论师，四十余年立这样一个笔量，那圣经皆佛说的宗，可是他立的因呢，就被玄奘大师呢要给改掉啊，也就是说呢。玄奘法师所立的修正的量，窥基大师引用，经过这样讲，由于圣君的比量，因有自不定过，哦，
所以依此理故，玄奘法师就修正比量为：诸大圣经皆是佛说的宗，自许即成非佛语所不摄。我刚刚看了一下，他自非佛语所不摄哈，他简单的讲，真是佛语，真正是佛语了，然后佛语所不摄就是外道的经书，这样简单讲，外道的经书，但是呢，他们小圣宗也认为发智论，也是呢非佛语所不摄，那就麻烦了，所以他的音就要改成自许即成非佛语所不摄，加上这个音，所以他后面有说明音中这个自许用来简别发智度论，发智论不是制度论，发智论等于用这个做代表，包括小圣的六祖论，因为彼发智论于大圣不许是佛语，在大圣不认为它是佛语，虽可做异品，但是呢不能够说呢它有自许即成非所以非佛语所不摄的因，所以这个因里面呢以用自许一词来做简别即非自许故，所以呢发智论非自许，此因就没有前面讲的自不定的因的过，所以这个是理论生把它呢用比较白话这样写，所以呢如列三支比量，诸大圣经皆是佛说，皆是佛语，自许而又即成非佛语所不摄，若是自许又即成佛语所不摄，应该是非，则皆是佛语，如自许而又即成非佛语所不摄的真义阿含经等，皆是佛语，这等于是喻了，他只是把它写成白话，所以他只是把它白话写多一点，其实不需要写这么多，写在那个喻里面会让人家混淆，所以就是加这一句了，自许又即成非佛语所不摄，再加上去。这样的话就可以排除掉呢发智论是大圣所承认的佛语，所以这里面如果他这一个等于776的第四行，若以发智为宗，因犯两句不成，宗犯为教师不以为宗，他的解释刚刚理论生我看了一下，他的解释是说这个小圣如果照这样的话，照抄就是诸大圣经即发智论皆是佛说，加上来两个加上来，那这时候呢因犯两句不成，宗犯为教师你不可以当他用这个为宗所以等于呢这样的说法，好像我不认为是窥基大师的说法，但是理论生是这样写在这边，所以我说我还在仔细看一看这边就算解释好了，下面这个反驳的话，问难的话，等于这三行半，你刚问的这个是问难的话，到底是从哪个角度去问出来的还需要再去研究但是呢结语立的量就是在倒数第六行那边，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这样子所以它只是附带多出来这个东西了，这个玄奘大师的成慧思论没讲到这么多，他只是呢让大家了解你要立的量不是随便立的就算是这个圣君论师立的量都还是会有漏洞只有玄奘大师才能够考虑得清楚，可是话说一头立在前面都比较吃亏都有考虑不足的地方然后你把它考虑不足的地方再补上去，就好像你觉得你很厉害不尽然人家圣经论师也蛮厉害的好，这个是以力量的方式来证明大圣经呢是佛说的，然后呢现在呢引用庄严经论庄严经论呢以七种因证大圣经真是佛说
所以你看他的注解说：“自下第二引庄严论为证，然显扬论第二十卷有十因证大圣，是佛说大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庄严经论用七种因，好像还不是很够哈、哦。显扬圣教论的第二十卷这边呢，立出十种因更好，按那意思，大圣啊更好。啊，与此七因有稍稍的不同，一一如彼论，始终会对引，也就是说会把那个显扬圣教论里面的再把它引出来做一个对比，然后呢，下面这段话我们刚刚就说了，庄严论的颂文是弥勒所说的，长行解释的话呢是世亲所为，救人不知总为天亲做，其实他的天亲就是世亲，所谓的救人不知总为天亲世亲做谬也是什么意思，就是以为寄送也是世亲天亲做的，实际上不是，寄送是弥勒说的，那解释长行那才是这个世亲。可是呢，你看佛学资料这边写的哦，你看哦，大圣庄严经论十三卷无着照，波罗波密多罗译，明明写的无着照，所以跟慧济大师的认知又不一样哎。现在的这一些解释呢，都这样讲哎，词典都这样讲哎，哦，又称大圣庄严论，等于现在的法相中第六界的法相中就在上这个论，哦，那个是瑜伽十字论之一啊，那么解释菩萨所应修习的种种法门啊。那么《摄大圣论释》里面讲经义深隐难解，如实显了经中正义，叫做庄严论，论解此经故得庄严名、哦、那么《成文释论述记》这边也就是后面啊，也有说到应讲庄严大圣经论，好像在后面而已，没有很远的地方，我好像特别有去查了一下，在后面地方没有离开很远，哦，没关系，我们只要把他这边讲一讲，也就是说呢，他认为论的名称哈、哦，我们要这样了解比较正确，庄严大圣经论不是大圣庄严经论，因为这个论能够庄严大圣经的一本论，这本论能够庄严大圣经，所以叫做庄严大圣经论。先云大圣庄严经论者非也。没有大圣庄严经，没有这个大圣庄严经来解释大圣庄严经的论，没有，是这本论能够庄严大圣经，这样子。他说你要这样了解这本经，这本论的题目变比较好、哦、那总共有二十四品，主要内容在论述大圣要义，且在城中品一开始，陈中品一开始曾对大圣非佛说之非难提出答辩的论据，在本论的核心菩提品中更阐述佛身即是智慧圆满的菩提，法界众生一如，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等理去、哦、那么品名跟菩萨地里面的品目完全一致，大体上可是呢是根据一切是论的菩萨地而造的，虽然如此，本论与菩萨地品所论的还是有迥然不同啊，因为本论依据菩萨地的思想，以发挥大圣的特色。啊，因为有什么？有如来藏思想。啊，是瑜伽师地论里面所没有的如来藏思想。啊，这个是词典里面有这样的认知了。本论的作者，啊，是无着菩萨。可是呢，《南海寄归内法传》也认为是无着。的作品啊、哦、那么此中虽有世亲所造，然而功归无着，开元圣教录，开元释教录也是认为是无着，我们慧济大师不同意啊、哦、然后呢西藏认为是弥勒造的，慧济大师也不同意是弥勒，全部都是弥勒造的，弥勒只是说寄送而已，长行文是世亲造的啊、哦、所以你看他的疗愈灯还是一样这样写，本颂是弥勒菩萨，可是长行寺是天亲菩萨，了一灯慧济大师的作品啊，哦，
所以在数记里面的说法也一样，玄奘《法华经》玄奘要经里面也一样，在窥基认为都是世亲，哦，可是人家前面举这个例子，这么多，都认为是无着，哦，所以你不要看到数记就认定就是只有窥基对哦，啊，哦，问号，问号，到底谁写的哈，哦，不知道，啊，哦，那入大圣论。里面也这样写，如弥勒庄严经中说，并叙述本论第五品到第十品的纲要，所以呢，颂是弥勒造的，释是世亲造的，这是窥基大师一贯的说法，这样子。哦，那大圣庄严经论本身在讲这一个七种因，其实不是七个，八个，啊，哦，八个，不计同行。不计一同行，不行一成就，体非体能治，文艺八音成，这样子，哦，就是用这来说明大乘非佛说。那我们就在讨论说，那古早就在讨论了，想到这阵一个佛学界里面一个人一个坚持大乘非佛说，因为加一个哈，历史源流，也就是说根据佛教历史。去说明大圣的这些经不是一开始五百阿罗汉结集出来的，是后来的菩萨论师才有的，所以站在从历史研究的立场，这个是我们应顺法师的观点。那你从历史从学术研究来说，那你能够考证的就是历史了，你用的都是你们大圣论师自己的讲法，对不对？那可是历史实际上是这样，那可是呢佛教的这一些呢是历史的，我们熊婉教授呢极力反对熊婉老师他也非常不同意，说这些怎么可以纯粹用历史去做判断这样子，哦，他还有甚至还有很大一篇文章，哦，那我看到这个也是同意他的说法，但是呢我就懒得再看因为是不是佛说哈，就看你受到的教育哈，你如果一开始就接受这种佛学院的这种历史源流的说法，你就很难打破这种思想，很不容易啊，只是佛学院都说是大圣的，因为应顺法师的思想影响太严重了。那应顺法师他不是完全否定大圣，他不是否定大圣经论，他只是从历史学术的立场来说，他还是踩稳这个立场，他并没有直接否定大圣经论，没有否定大圣的教义，他只是一直从学者的立场去分析。是这样，然后因此根据这样去推演下来，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出来？他只是在做这种学术的论述而已。我看的观点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会让很多初学的一接受你这个想法，就没有办法完全同意那种所谓的天台宗讲的那些叛教啦，华严宗的那些叛教啦。他就会认为说这些都是哦，你们菩萨论是自己判的。以前有一个信奉应顺法师的，就住在我们后面书库的这个，我印象中他是姓李啊。他完全唾弃天台华严这种叛教，把他批评的一文不值。你才知道，当然他个人呐，啊。但是呢，有的人虽然比较客气，真的他们不认为那些叛教真的是佛说法的本意。现在还有。嗯，对啊。是哦。嗯。法师啊。大圣非佛说。嗯。但是他的立场不应该是很明白的在表示他就是这样吧？嗯，没有。
哦，他隐晦，啊、哦，他本意。他当然不敢说大声，我真的会被骂。不是会被我们赶出去，因为之前有一个陶老师就是这样被我们赶出去。大贤怎么会？大贤是讲密教的，不可能会。是啊，对，写的很不恳切，最重要的送的基础不一样。你像南传来的哈，对，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不能接受。大行啊，对对对，他写的非文辞非常恳切，而且劝人家一定要相信是大圣之佛。可是航是那个航海的航嘛，对对对，嗯。可是大行法师后来，他因为受伤以后，生病以后。改了，他的观念现在改了。大雄法师现在很信念佛哎。没有错，他就相信，他就相信大圣是佛说。哦哦。批驳那个。哦，批驳啊啊。不是，也不能算批驳，他就是觉得他那样，因为老师这样讲法，跟他所学的，跟我们大汉传佛教所学的是完全不一致。啊，对对对对对。他是非常肯定大圣。哦哦哦哦哦，我听错了。劝大家要相信。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子，不要千万不要去过于执着于那，不是过于拘泥于那种什么历史源流发展的这种说法。是啊。南传的学者啊，跟我们这种就受的这个佛学教育啊，哦，差异之大。对啊。我知道有的那个佛学院南传的来这边上佛学院，嗯，他第一个问题，嗯，什么东西叫气世间？啊？气世间？什么东西叫气？气世间啊，气世间。那个老师傻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教。啊，他不知道什么叫气世间。不知道。哦。好像泰，从泰国来的嘛。哦，那个是佛学名词的问题吧？老师知道啊。啊。老师知道，但是。那个是佛学名词，他们不熟悉啦，因为整个名词都不一样啊，系统不一样。是啊，我原先看那个《清净道论》，我看了我看不懂，奇怪，《清净道论》不就讲三十七道品吗？怎么很多名词我都看不懂？就是因为我们用不习惯他们名词啊。好，来，七七七第二行，介绍那个弥勒梵言梅达利亚哦，那么此梵言词是。那么或者是梅达罗意尼此生转之意，什么叫生转之意呢？等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呢，这当中还有很多东西哈，没有关系，我们先这样看哈。观弥勒上身多帅天经赞，应该也是窥基大师的作品了哈。依正梵本云，也就是根据真正的梵本。梅达利耶，此梵为词。那古云弥地疑或者是弥勒，都是翻错，哦，也就是把那个音稍微转掉了啦，啊、哦，应该是梅达利耶这样哈、哦。那么一玄一经十六卷，生波罗奈什么什么辅相之家，上生经的什么什么村啊，大婆罗门家，出生便有三十二相，八十水好，身子金色，姿容挺特，辅相欢喜，照相师相之。哦，他们喜欢都这样，出生的小孩就找相师来看，相师既见转赞其善，因欲匿名方问生时之相，哦，所以呢生的时候呢，那父亲就说呢，他母亲哈、哦、素性不调，怀子以来慈尽苦厄，就是很有慈悲心，啊、哦，本来呢，哎，素性不调。不怎么样，但是自从怀了这个小孩之后呢，变成很有对那些苦厄、哦、苦难的众生、哦、很有慈悲心这样子、哦、那赞相师就说、哦、那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志愿，所以这小孩子的愿、哦、影响了母亲这样子，
所以呢他父亲呢就取名字，就给这小孩取名叫做 Medalie、哦、所以呢这个若是此名应于 Medalie， 跟这边、哦、只差一个字而已，翻译的问题、哦、这个这边改成罗、哦、啊这边是利、哦、那么可能是翻译的问题而已。 Medalie 是女生，母姓慈顾、啊、因为跟着他的母亲这边来 取名、哦、所以叫慈氏。所以什么叫做生转，我特别去找，原来又跟那个他们的那个梵文、哦、梵语梵文会转，也就是类似我们说如果这样子转的话就变成比较女性化的名词，或者是这样转这样做就变成是男性化的名词、哦、所以呢我根本还厉害，要专门研究梵文的，就是这里做一个打电脑的，这里做一个师姐，会抄笔记的那个，他们两个都学过，然后就在讨论那个生转。哦，好，刚才我不会学梵文，那不嘛，一个头两个大。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不是有选修课可以选第二外语、啊、我想说那我去学学德文看看，第一堂课那个德文老师说、哦、德文里面有一个 R 声音，你们发音发发看，正确的发音是 R， 我在转舌、哦、他说如果你这个音怎么发都发不出来你不要来上课了我第二堂课就不敢去了我那个舌头转不过来就转不过来，可是我发现他们西班牙文啊或者是那一些什么意大利文啊或者是梵文啊好像那种转舌的音很多哦，吓死人的，不像我们中文转舌音也不过几个而已我们叫卷舌音不叫转舌，哎，卷舌不是转舌，我说我们叫卷舌，对啊，他是古建那种对对对，我是受不了真的、嗯、好，那么七七七的第四行呢，他说庄严论说有八音，音堪教范本，但有七种啊、嗯，那么此中第五有无有因比别离之，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有无有这边呢，你看哦七八一的第三行庄严论用的是体非体，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就变成八个、哦、变成八个，那现在把两个合起来所以就变成七个、哦、但是回到七七七这边实际上呢窥基大师说根据范本啊只有七个啊、哦、是因为呢翻译的时候可能译成中文的时候变成八个，本合为一常行有七个故字皆是比文，所以要把那个故字啊换成一个，所以呢才变成是七个，所以你看那个有无有故，所以有个故，因此呢就变成呢这个变成七个，但是这一句话常行有七故字皆是比文余文并是此说，这个呢也我当时也是看不太懂，后来想说那我一定要到时候要讲这个的时候一定要翻这部分这里哦，因为一比常行四文之中亦只有七个故字、哦、他说根据常行只有七个故字都是大圣庄严经论的文，皆是比文，都是大圣庄严经论的文，所以呢成为是论的余文，原来余文是指成为是论的余文，都是依此七音而说的，就是这样子哦。啊写这样我们真的如果看白话不知道在写什么、哦、我们真的看比较不、哦、皆是比文，这个比就是指大圣庄严经论的文，然后余文他也不写说我们本论的其他的文都是根据这样的讲法去、哦、好了，那因此呢这八个也好七个也好十个也好我们看一下，我帮各位查到的、哦、我们赶快看过一遍呢就很有印象，因为真的很多哪里去了，从这边开始就有了显扬圣教论说十个，所以我就先查出来，
第一个先不计别，第二个今不可知，第三个多有所作，第四个集众障故，第五个非寻视境界故。哦，这边反而多了一些注解，如果你没有听过，你就不能够这样来去想。所以若言是于所说不应道理，也就是说你没有听过，所以你会觉得它不是佛说的，因为不是你用寻视可以想象出来的。哦，是有这样的意思在。然后呢，这个是正大觉的佛说的，如果没有成佛啊，不可能说出这个东西出来啊，不会是那个菩萨论是自己造的啦，有这个意思在。第三胜过失，这个我就看不太懂哦。那第八，此若无有啊，那没有大圣的教理，就应该没有佛，没有成佛的人，一切智者啊，就会有过失了。啊，第九，缘此为境，如理思维，能够对治一切烦恼，这个就是在后面就有了，啊，那不应如言取彼意故，这个也看不懂了。所以等于这十个哈，讲的比较完整。但是如果你没有去看详细的东西哈，你如果只有先看到《成为师论》这边，有时候看对不太上来，啊，对不太上来。那看过的话，你就比较知道说，哎，哪个对哪个这样子。但是呢，先列举给各位看，哦，《显扬圣教论》这边，如果你要去查，起码你可以查得到有这些东西，哦，然后再来，《大乘庄严经论》的这个啊，哦，成立大乘六有八因，不计同行不行，成就体非体，刚讲的就这个体非体合在一起，啊，哦，能治文义这样子哈，哦。那么成唯识论了义灯，此论七因与显扬圣教有何差别？他这边稍微说了一下，多少开合有一点差别。八因同庄严经论，那八个先不计别，今不可知，就是同行啊，与小同行啊，宁知大圣独非佛说，多有所作，就是庄严论能行此法智，依信修行得三，闻思修三会啊。没有，它是通用，哦，我们只能这样看了，啊，懒得再去查，一定是通用的啦，哦，啊，不然就是印刷错误，就这个两个理由就很好用了。第三个集众障故，哦，就是呢，庄严论生部位等由魏大圣不顺部棒成众障故，此意于小孝顺修得意或棒得罪，那么既是佛说大圣亦有故事佛说啊。那么这里面呢，不是看得很懂，啊，哦，等于显然在《圣教论》这里面呢，是特别有这一条，啊，哦，比较有这一条，啊，哦，也就是说，你可以放在第七，啊，哦，你可以放在他的第七，哦，可是呢，这里面又说呢，因为他们啊害怕大圣不顺不棒成重障。你会毁谤的话，你就成重障，啊，你修小了很容易修，很容易得罪，很容易得意，哦，那修大也是如此，啊，但是呢，这里面呢，不是看得很懂，哦，只是查一查给各位看一看，因为我还是觉得把课本的这七个哈，哦，看懂之后再回来看这边，应该会比较能够看得懂了，啊，那这个非寻视境就是呢。他们没办法想象得到，也就是庄严的第三不行，正大觉故就是成就，啊，也是一定要先正大觉的佛才能够说这个大教，如果没有成佛，能够说这样的大圣教是不可能的啊。第七没有第三圣的过失，啊，什么叫做第三圣体？大圣、小圣、第三圣，还是什么？佛有大圣体，今佛亦有大圣无异体，是一此佛无者即是佛。我所知道的是，过去对这里我好像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哦，这个地方比较好懂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不会有成佛的
那没有成佛的一切智者，那谁出来说声闻圣？哦，等于疗愈灯这一段话哈，还需要再去看看。我当初不没有仔细看，原因就是我本身这七个理由都还没有看完看懂，我怎么能够看得懂你的疗愈灯的把十音跟七音做对比？所以我就随便看一看就过去了，哦，这是麻烦的地方。只是先引用下来哈，将来要看的时候比较能看得懂。到现在我七个都还没有看完，啊，是啊。那么集解这边呢，讲的比较简单。我为什么要引用它？哦，既引现在释迦作证，护引未来持世七因，以证大圣是佛所说，以见佛道同。来起小圣的信根，啊，也就是说呢，大圣是释迦佛说的，包括弥勒做庄严经论的寄送也证明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佛、未来佛都这样说，啊，他是从这个角度，第一个先不记，二圣执大圣经不是佛说，佛灭度后有诸魔外道欲坏正法，故作是说。故云：若大圣是邪说魔说，何故世尊不先做预言？啊，说在某年某月间有什么样的魔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破坏我的阵法，其中就是说出这一些所谓的大圣的经典等等。为什么佛对很多会破坏阵法的事情也先做预言了？可是他先做的会破坏佛法的预言里面，竟然没有讲到有大圣的教法这件事情。简单说就是指这个。哦，先不记，记就是预记，预言，啊，哦，佛为什么不先预言？其他佛都说了一些预言破坏正法的。再来，本具行，本来大小圣啊，披两方面的基，众生既然根基有分两个，为什么只允许小圣的法存在，不允许有大圣的教法？不过这样的一个逻辑，前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同时，他先有一个前提，在佛的时候就已经有大小圣的教法，在现在的历史学说，佛教的历史学说，你们就否定这个，把你这个根本的设定给否定掉，而是大圣经是后来才出现的，是后来的结集，不是五百阿罗汉。如果本来就有的，为什么五百阿罗汉的结集的时候没有？你这个这一点就被人家扑掉了，哦，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阿罗汉是小圣大的。阿罗汉第一次结集出来就是这些南传佛教的这些经典，他们只承认这个。大圣是在第二还是第三次？第二三都有是吧？嗯，所以是在后面的结集，因此。他们南传呢就不承认说这个是佛是迦摄尊者做结，这个召集人召集了五百阿罗汉，这是都是有修有证的大阿罗汉呐，所以他们所传下来才是真正的佛说的，啊，哦，那至于第二次第三次呢，就是这些上座部的他们就不太承认了，那后来的讲法就是说那这些大圣是后来大众部在自己阶级出来的，他们就从这个历史的演变里面就否定这个什么叫做本具行，没有啊，是你们自己讲的，啊，是这样，哦，那是不是本来就没有？问题就是你要知道迦摄尊者很强势，哎，我常常这样讲嘛，因为我很不满意他对阿难尊者的对待，所以我每次都说他很强势，哦，哦，所以在他的那种强势领导之下，只有他认可的阿罗汉才可以进来。哎，那没办法，阿难为了要保存佛的教法，他不得不一定要进去啊。对啊，所以不就是演戏吗？啊，是啊，问题就是没有像阿难尊者那么高明的，而且那么有程度的。菩萨再来的就没有办法被迦摄尊者选进去啊，可是不是佛没有说过那些啊，是你们这些阿罗汉没听过啊，那
阿难要背诵出来，那这些大阿罗汉不承认啊，是你只有你阿难自己听过的、啊、又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听过的、啊、是大家认可，不是阿难你说了就算了，对不对，是大家要认可的嘞。那只有你阿难听过了，我们其他的大阿罗汉都没听过，那能算是佛经吗？麻烦就在这里啊，更何况阿难刚开始还被人家说你有几个过失，七个过失啊什么的，啊，七个过失哈，是啊，所以呢，是因为你是佛的侍者，而且你脑筋好、记忆力好，所以才允许你上台背的，要不然你那些过失，你要先忏悔，我们才让你。阿难尊者下凡来，不然我，对不对？就是都上面都有记载的、啊，真的。是啊，对啊，是啊，你要说事实，对不对？那你说演戏，你们是大圣讲的啊，那我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就只有五百阿罗汉所结集的才叫做正统的、啊、那后来流传的就是五百阿罗汉的、啊、那不管你张宗阿难有没有背出来，没有背出来，我们只承认五百阿罗汉结集的、啊、可是五百阿罗汉结集出来的里面难道没有大圣的本怀吗？应该这么说，就是最主要后来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结集，主要是因为戒律的问题，大家不承认的是戒律的问题， 不同意的是戒律方面的，所以再从戒律方面再重新结集，这时候再把五百阿罗汉没有结集到的经也同时再结集出来，是因为是这样。可是这样一来，那变成那是你们自己另外开会所决定的、啊、那不是我们五百阿罗汉开会所决定的，我们要有师承呢，我们要有这个传承。那藏密说我们要传承，那我们中国人讲的要有师承，哦，只有佛认可的阿罗汉，你其他人我们才不承认，这问题所在啊，对不对？那问题是佛的神通常常都是他是对机说法，说不定真的就是有一些是他们没有听到的，是这些五百阿罗汉没有听到的，而是只有说给有这样的根器的众生听到的，没办法、啊、哦，所以我才会说本具行是我们从大圣的角度去说本来就有，这佛那个时候就有，可是在南传的不认为是这样，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那也是你们第二次结集才说，凭什么在这本具行，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啊。这八个我们还有才23分了，那个太快了哦，现在才24分，把它念完到这。来，第三个非于尽，也就是说呢，这大圣是为发罪上圣者说，非于小根魔子啊，这形容词太可怕了，说人家就是就叫魔子哦，不会说，所以你也没不相信呐、啊，这个是他们最讨厌的这理由啊啊，是我们不愿意相信了，你就说我是魔子。然后呢说了就不相信，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说说看，你怎么知道？因集成啊，金佛与佛都讲这个啊，所以呢这集成，然后有无有啊，若有大圣因生信说，若无大圣小圣非有，也应该没有，这个在这个第五点就有提到，到时候我们看就知道了哈。那能对治啊，强调呢大圣法能够有这种智慧，能够对治一切烦恼，哦，然后第七个意义文啊，就义理比较深，啊，不是语言文字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呢，随语深解反而会容易生毁谤，啊，这是他的第七个，所以基本上这一边呢、啊，集解是用比较白话的，先把这七个这样讲了一下，哦。大概呢他的论点说呢是大圣是佛说，是从这七个角度。好，就念到这里哦，那我们下礼拜还是从七八一啊，不是七八一，嗯。
是从这个777然后，所以今天只到777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